大祥班程回顾班开始，向吴吉老母行三鞠躬礼，前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坤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恭请红点传师祝福。请点师慈悲，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点传师好。先请大家好，请坐。请坐下。来拜为这个回顾甲展望，